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括注》576页，最后一行看起。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这是法藏菩萨在没有成佛之前，多生多界修行的成就。这里面分两段啊，第一段上供，第二段下化，上求下化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以上表菩萨以善根力感得了生生尊贵，德高望重，财富充足，乃至或为人王，或为天地，上弘下化，能满所愿。这是一段，一个真正觉悟的人，他觉悟什么？觉悟到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真正能办一体的事，能行一体之事，这个人就叫做佛陀，就叫做化身菩萨啊。化身没有形象，没有肉体，不但没有肉体，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是思想、起心动念，没有，也没有自然现象。
啊，那么在中国古代，古圣先贤有一个名词叫本性。佛法也说本性，说自性，自性就是自己的本性，也说法性，统统是一桩事情。啊，性是体的意思，就本体，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本体是什么？就叫做法性。啊，这些就称为本体。心是一个，没有分。在净土中讲四土三倍九品，四土里头最高的叫常寂光土。啊，用这三个字来形容它。常，永恒不变，不生不灭。这是本体，自体。啊，寂是清净寂灭。啊，它是清净的，它没有染污。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大彻大悟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即就是清净的意思啊，本不生灭，就不生不灭，那就是常的意思啊，这是体，体自然就有作用，作用就成为光，叫常寂光，光是遍照，光明遍照。这个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啊，一切众生，个个本来具足。没有丝毫差别，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是佛。那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迷了。那你迷失了自信，自信在不在？在。”有没有看到了？看到，天天都看到，就是迷而不觉。啊，佛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就是叫我们回归自性，觉而不迷，就圆满了。觉而不迷的人是佛。迷而求觉是菩萨啊，菩萨才没有的求觉悟啊，迷而不觉呢，那就是凡夫，他不学，不知道求觉悟啊，佛简简单单几句话，把这个事实真相啊，就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所以圆满的智慧本能，不是外来的。智慧怎么样开呢？那讲到佛法修行的方法，方法佛说。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三世诸佛成功达到究竟圆满，都是一条路，叫戒定慧，没有第二条路。一切得定，定还是手段，不是目的。从定开慧，开慧是目的，慧就是大彻大悟。自性里头，智慧的能向好通通恢复了，这叫成佛。如果舍弃戒定慧这条道路，另外去开辟一条，没听说过，没看见过，不是没有这种人，有。他用尽一生的精力，出不了六道轮回，还在六道里头打圈圈。甚至于连人天福报都得不到，为什么？他自己做的，自己承担，过失不大。他给别人做了不好的榜样，另开辟一条道路。他会开，我也会开，那个人说他也会开。这是带头啊，做出不好的榜样，他要负责任，戒罪在这个地方戒，你影响的面要大，影响的时间长，你的罪就更重。什么时候罪才能消掉呢？你的影响没有了，完全消失了，罪才灭掉，罪灭掉才能往上提升。其实跟你讲真的，罪福都不是真的，一场梦而已啊。可是梦中没有醒过来，他真受罪呀。那他梦到天堂快乐，他梦到地狱受苦啊，好像是真的在受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诲，现在人对不起古人，古人留下来的宝贝，最珍贵的东西啊！古圣先贤留下的文字作品，他一生写过多少？留下来是他几分之几？不是最精彩的，早就淘汰掉了。经过几千年、几万年，怎么可能留下来啊？历史时间像一个筛子一样啊，渣子全筛尽了，样样都是精品。现在人把它当作糟粕，怎么办？有人曾经问过我，传统文化里有糟粕吗？我的回答是有。
他听我这回答感到很意外，那为什么？看不懂的叫糟粕，不是货吗？黄金摆在面前，不认识它吗？那不叫糟粕吗？识货的人是宝啊，那不识货的人呢？那是瓦砾，不得不如，没有看在眼里啊。我们今天为什么瞧不起祖宗？没有人教孝啊，没有人教敬啊，中国文化的根根本这两个字，根是孝，本是敬，孝亲尊师啊，像一个树一样啊，树有根，根是孝，本就是长着一个竹竿啊，这个东西是敬，那个什么，那是老师，根是父母，本是老师，你才有枝叶化骨。现在人不孝父母，不敬老师，怎么办？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事，是大事。啊，根本没有了，枝叶生不出来。奇怪的事情，今天父母不讲孝道，老师不讲师道，啊，也在反对，也不赞成，啊，说这个不合时代了，这什么原因？丢失的时间太久。中国丢失了200年，日本丢失了400年。啊，我在日本讲经才知道，日本的法师听经欢喜赞叹，告诉我，在400年前的日本，大大小小寺庙都有人讲经，中国古时候的寺庙是学校，古代这些帝王他们很聪明，尤其到元明清变成制度化了啊，儒释道三教全用上了啊，这些帝王用儒治国，用佛教民啊，教人民，教群众，用道祭祀天地鬼神祖先啊，通用上了啊，而且儒跟道皇上亲手抓啊，儒呢交给宰相，宰相成立个部，礼部，现在叫教育部啊，教育部推动儒家的教学啊，佛跟道宗教教学皇上管啊，宗教什么意思？古人知道，现在人不知道，但是字典上有，字典上还没有把它删除啊，
查查字典，宗什么意思？有三个主要的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有这三个意思。教呢也有三个，教育、教学、教化。宗教合起来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所以不敢交给宰相，皇帝自己亲自来执行。我们把中国文字里头这个宗教的定义在国际上我们往来的许许多的宗教，我把这些文字给大家看，大家没有一个不赞成。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宗教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爱，始终不离这个爱。这个爱是什么？爱是真心的爱，不是妄心。真心就是自信，从自信里流出来的真心的爱，这个爱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自然流露出来的。千万年前，有人看出来了。现在这个事情，天天在我们人间，没人看出来。如果我提醒大家，大家留意，你就能看出来了。千万年前，真心流露，现在还是没两样啊。我们佩服古人，古人有智慧。这个真爱，神圣的爱，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祖宗爱世人，真主的慈悲，佛家的慈悲。是一不是二啊。在哪里看见呢？在婴儿。我讲过几次，人生百日，小孩生下来100天，就是3、4个月，提露真常，真是真如，常永恒不变的本性。你这小孩，你细心就观察这个小孩，你看他的眼神，他这个时候还不认生，到他认生呢就不行了，变直了。什么人去抱他，他都喜欢。你看他对人那个爱心，眼神动作，你细心观察，那是真的。现在看是真的，我相信千万年前人看也是真的。古人看到这个真相，
会想到怎么样把这种真诚的爱永远保持在他一生当中不变。我想这就是教育的来源啊，因为成年人都有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呢？性相近，习相远，都有这个经验。长得越大，知道事情越多越杂，习性就跟这个本性距离越来越远。到最后怎么样？习性当家，本性不见了。年岁越大，距离越远，到最后完全迷失了。这叫心向近，习向远了。所以底下接着就是狗不教心乃迁，你要不好好的教他会变质。教育这个概念就从这发生，非教不可。怎么个教法？教之道，归一转。所以中国教学千万年来守住这个教育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保持你的天真，保持你真诚的爱心。啊，第二个目标，这是知识。知识是附带的。啊，保持你的天真是主要。一个人的成就靠母亲啊，中国的妇女在中国典籍里记载的地位比男子高啊，夫妇结合建立一个家庭啊，在古代过的是游牧生活，打猎为主。以后农耕这才定居啊，才以耕种为主的定居下来啊，定居生产劳动力最重要，所以人口越多越好啊，家道的兴旺就是人口多，工作能量大啊，成败关键兴旺的枢纽都靠教育啊！中国人讲究胎教，怀孕就开始啊！做母亲的人心要清净，十个月没有忘念，正念，起心动念。纯净纯善，言语如火，没有粗暴啊，凡是负面的、不善的，不看、不听、不接触。胎儿在母亲怀孕的时候，完全秉受母亲的正气，
这个小孩生出来身心都好啊，这底子好啊，好养啊，好教啊，啊，出生之后三年，这一千天是扎根教育啊，《弟子规》上所讲的不是给小孩听的，不是叫他背，是父母做到做出榜样给他看的。他一出生睁开眼睛，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学习，已经在模仿。这一千天要像母亲怀孕那么样的小心谨慎啊，负面的、不善的、邪恶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见，不能让他接触到啊，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是善的，都是美的，都是真的。这一千天下来之后，古人有个谚语说，三岁看八十，就是说明他一生都不会改变。为什么？他有坚定的力量、信心，能够辨别善恶，他所见的那是善的标准，与这个标准相违背的他不接受。所以出忠臣孝子啊，啊，什么样的逆境，什么样的诱惑，他不动心了。怎么教出来的？这中国人有这个方法。我们把这个方法丢掉200多年了。日本跟中国确确实实同文同种啊，中国人是炎黄子孙啊，日本人也是啊，不是外人啊。要认祖归宗啊，用什么方法认祖归宗？文化，老祖宗的教诲啊，日本的文化全是中国的啊，而且还善于保存，日本的农村依然保存得很好，到日本农村就像回到唐朝时以前那个古代。啊，在日本农村居住确实像世外桃源一样。啊，家和万事兴啊。所以有缘分，我欢喜到日本去讲经，把日本人欢喜。中国从这些地方我们体会到祖宗的智慧啊，建立教育的基础，
全世界没有的。啊，然后就想到怎样把这些智慧理念方法传给后人，世世代代不会变质。这用什么方法？这真就是最高的智慧，发明文字，发明文言文。全世界没有的，科技说什么样的发明比不上中国文字，比不上中国文言文。一定要认识，啊，我自己没有财富，我是祸，倒不是祸就糟了。啊，一定要是活。啊，这一个文字一个文言文是人类的瑰宝，无尽宝藏里头它排名第一。啊，中国老祖宗发明的，中国老祖宗智慧的结晶。这还得了？汤恩比波斯说：“中国古人的心量很大，能包容一族文化。”指的是佛教啊，佛教。也帮助了中国传统文化，大幅度地提升了儒跟道，所以儒释道啊，融合在一起，不能分割。1000多年前就是一家了。我们在少林寺看到的一块碑，唐肃宗时代的，1300年前，唐肃宗，唐明皇的儿子，啊，混元三教九流图赞，说明儒释道融成一体。啊，他绘了一个人像，绘了一个图，正面看是一个人，实际上三个人，三个面孔合在一起，儒释道三家。想得好啊，想得很妙啊，把释迦、老子、孔子画在一个人的头部上。中国人的根是全世界人所没有的，母亲负责人，子女都是神仙，啊，小孩到6、7岁上学了，交给老师。老师来培养他的本，
老师很辛苦，要照顾这个小孩，大概要照顾到15、16岁，他完全可以自理了，智慧渐渐开了。能够主动学习了，学习的理论方法他都得到。可以离开老师了。夫子射无有志于学。一门深入建立了。32立。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家庭。舍弃王位。出外去求学，这是个知识分子。30岁，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夫子的32立，那个立，相当于释迦牟尼佛大彻。但是孔子立之后，他的目的是想求做官，心目当中最佩服的周公，希望自己能做个好宰相，帮助国王治理国家。一生没这个机会，周游列国，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没有一个诸侯国想用他。到68岁，年岁太大了，放弃这个想法，回到老家去教学。73岁过世。回去教学了5年，后人称为万世师表。孔子再生，做梦也没想到过。如果要想到这个事情有这么大的好处，他应该学释迦牟尼佛一样啊。15岁就要开始教学，那真正叫桃李满天下了，可以统一全中国。不是夫子统一，夫子的理想，夫子的学说统一全中国，文化统一。所以这个就比不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聪明，30岁开悟就教学，在印度这个地区，也是大大小小国家，好几百了，他是用文化缔造和谐世界。让国与国之间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做得多有意义。所以夫子也，这个佛陀一生，你细细观察，大教育家，不能算宗教，因为宗教里面有个神。佛教没有，
啊，佛是学位的名称，人人都能拿到。啊，佛的意思，我们三皈依上念的二祖尊，啊，皈依佛陀，二祖种子，二，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福德，这个二，在智慧福德里面，它是第一。这样称之为尊呢、啊？他是老师，所以我们称他为本师，自称为弟子。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师生关系，这要搞清楚啊！啊，我们住在美国，星期六晚上开了个班，专门为当地居民开的，那些都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啊，其他宗教啊，他们来接受佛陀教育。我告诉他，你们星期天上教堂，你去给主做祈祷，星期六在这里，这是老师啊，跟释迦牟尼佛学习智慧。啊，学习怎么样得到福报，一点冲突都没有。啊，大家很欢喜，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跟佛的关系是什么。啊，在教堂呢，跟主的关系，那是像父子。你看，你有父子，又有老师，你才能成就。爱父母不爱老师，父母不舒服啊，不孝啊。啊，尊师是父母教的呀，啊，孝顺是老师教的呀。你不孝顺父母，老师不欢喜啊。一个人，两个人教出来的，所以一个是根本教，根教。一个是本教，啊，本教是老师，根教是父母，你才能茁壮，才能长成开花结果。啊，最懂得教育的，最会教的。释迦牟尼一生搞这个啊，弟子们世世代代承传啊。释迦教人首先放下自己，不放下自己，就有自私自利，就有财色名利那些欲望。这个东西障碍你智慧，障碍你德行，你教的不好，教的不会成功，啊，完全没有自己，自他是一，不是二。我把自己教好，把他教的跟我一样。啊，希望下一代比我这代更好。社会才不断地向上提升。如果下一代不如我这一代，我就有罪了。啊，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古时候做官，礼服戴这个帽子，
这个帽子叫净贤冠，剃把猴了。啊，给皇上啊！啊，帽子像楼梯一样两层，前面低，后面高，前面是自己，后头是底下一代，希望底下一代超过我。戴着这个帽子，看到了，天天想着，后代一定要超过我。啊，从我打的这个基础，你再往上提升。一代比一代好，这是父母心的，老师的心的。啊，老师希望传人都不如自己，这老师有罪业，这老师另法啊，这是自私自利的心呢，不是大公无私，不是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大公无私。啊，真实智慧决定是放下万缘。啊，世尊在世，生活所需，热带地方，生活方便。三衣一钵够了，啊，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能吃饱，能穿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足了，不需要贪求。你的心是静的，心是定的。静定生智慧，你能够把这个世界看清楚、看明白，你能够帮助这个世界。啊，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世，当时印度十六。大国王都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自称弟子。啊，实际上，释迦牟尼佛是他们这国王的顾问呢。释迦牟尼佛这个大顾问不接受酬劳的，啊，只要你对他的建议你真干，佛就欢喜了。啊，任何名闻利养都不要我。啊，这也是现代人不敢想象。无法想象的，但是中国古人想象得到。为什么？儒家所要求圣贤君子标准也如是。那么这里讲到的上求下化，啊，于诸佛所。佛是老师，一切诸佛都是老师。那么今天我们对于诸佛所这一句话怎么解释？这个地球上所有宗教，他们所崇奉的神圣都是诸佛，要不要尊重供养？要这个道理要懂啊，
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在佛教里称诸佛，啊，他们称上帝、称神呐，诸佛。啊，我们对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对毗卢遮那怎样尊重？对于所有宗教的教主，平等的恭敬，平等的尊重，这就对了。啊，供养里面佛说了，什么供养最重要？依教奉行供养。啊，那一教中央，他们那些经典要不要读？要读，要学，要老实。啊，读，不能落实，那个读了没用处，那是形式。那不是实质，认真把它做到啊！啊，展开经卷呢，教学的精神完全是一致的，没有一个宗教叫你干坏事，没有一个宗教叫你是杀人放火。都是叫你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提升自己的灵性，啊，提升自己的智慧，啊，提升自己的境界，叫神圣的教育。所以称为宗教，这两个字用的好啊。古时候翻译的时候，这宗教从外国翻来的，用这两个字来翻，把外国宗教都提升了。啊，看见翻译的人有智慧，翻译的人心量很大。没有私心，真正是平等对待，啊，有真诚，有恭敬心，翻得这么好，啊，让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团结宗教，一点障碍都没有，就是中国宗教这两个字，啊，全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交通工具，没有传播，这个传媒没有，人一生生活范围很小。真正是由老死不相往来，这个话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神必须要分很多很多的神啊，来推动他智慧慈悲的教育啊，实际上一个真神。伊斯兰教讲的真主，就是佛教讲的本性，没有形象。啊，净土讲的常寂光，净土最高的境界就这个，一片光明。啊，没有肉体，不但没有肉体，
连精神都没有。啊，科学讲的三种现象它都没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没有。但是这三种现象是从它出生的。它能生一切现象。啊，慧能大师见到了，为我们描绘的简单没有。第一个清净，自性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第二个是不生不灭，佛法讲无量寿啊，没有生灭。第三个本自具足，什么都没有，一样不缺。为什么？整个宇宙是它变现出来的，宇宙万物一样不缺。啊，它不现的时候，它也统统具足，它不是没有。啊，第四个本无动摇，它是静的，它不是动的。啊。不是属于波动现象。今天科学家观察到整个宇宙所有的现象，包括物质、心理、自然现象，全都属于波动。啊，离开波动，它们不存在。那么这三种现象在佛法讲阿赖耶，阿赖耶的三性相。业相就是波动现象，啊，转向就是心理现象，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啊，这三种现象可以把它解释成宇宙的缘起，宇宙从哪里来？能够说得出来，啊，佛讲得比他清楚。宇宙从哪里发生的？从哪里来的？就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这个慢慢在等科学家证实。科学现在确实是有向这个方向的倾向，科学家讲常，只有常是永恒存在的，除常之外全是生灭法，生灭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说的这个常很像佛家讲的常寂光，啊，讲的真如自性。所以他们承认宇宙万物跟我是一体啊。那么那个慈悲的爱啊，没有一样不爱啊，不能有分别，不能有敌对啊，敌对是跟谁的？是自己跟自己敌对啊，不是跟别人。啊，如果我们内脏心跟肝敌对了，肠跟胃敌对了，有什么好处？造成自我毁灭。啊，确确实实，整个宇宙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啊，看这个顺眼，看那个不顺眼，都是我们自己的过失。自己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有烦恼啊，这些东西扫干净的时候平等了啊，清净平等觉现前的这个净的净体
学佛学什么？学清净，学平等，学觉悟，不迷惑。啊，心有所不平，迷了。啊，还有执着，染污了。如何能够一生当中不染污？啊，不分别就是平等，觉而不迷。这叫佛菩萨的生活。这叫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敌人要化敌为友。这叫教育。教育就是就师而长善也，他有过失要救他，要增长他的善啊，善心善心这是教育。第一个条件呢，啊，学生不能教，把他开除了，这是教育的失败。哪有不能教的？佛是门中不是一人，啊，不是不能教，是我自己不会教。所以，心有不得，犯求诸己。怎么样去感化受教的人？在一家，家长感化全家人；在一国，国家领导人感化全国人。中国有例子，古时候尧王、舜王，他们做到了，以身作则，没有不能感化的。舜王当年在世，不幸母亲过世的早，啊。父亲娶了一个继母，对待他不好。啊，父亲听继母的话，受了多少冤屈？啊，这个父母跟后母宠爱他弟弟，后母生的，啊，可以说过的不是人的生活，邻居都打抱不平。啊，他跟邻居们说，不可以说我父母过失，我父母没过失，我自己不好，我自己做的让父母伤心，让父母不如意，我父母绝对没有过失。公道自在人心呐、啊。三年呢，把这邻居的事全部都感动。啊，到最后，父母统统受感动，说明没有不能教的，能够存尧舜的心，天下没有恶人，啊，天下没有坏人，人人都有良心。
啊，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家把圣贤教育疏忽了，不是我们这一代，200多年，啊，要以中国30年为一时，差不多70。啊，20年算是一代，8、9代呀。佛在这个经上说得好啊，先人无知，不舍道德。先人父母，父母不懂，祖父母也不懂，曾祖父母也不懂，丢掉时间太长了，谁来负责任？啊，所以不舍道德，无有愚者，孰无怪也。今天干什么坏事的人都不能够责备他，他可怜，他从小没人教他，会变成这个样子，要原谅他，要关怀他，要帮助他，怎么样把他带回头？不是做不到啊，要真正热心人呢，真正明白人呢，啊，最重要的是领导。一个村长能以身作则，这一村圣人村，这个乡长是个领导人，他能带头，像从前大顺一样，这是圣人之乡啊，这一个乡。会影响许许多多项啊！今天媒体这么发达，全世界都知道啊！全世界的人都到这儿来学习，这是个好榜样完全要靠教学，教学的能量无限大了。总的一句话，就是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什么叫真心？没有自己的心，我这个观念是妄心，所以佛家讲无我啊，《金刚经》大家常念，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真心，你能够入门，入门之后再提升。不但我相没有了，我的念头都没有了。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见是念头，念头没有了，念头没有了，这菩萨无我无相，还有念头，这是阿罗汉，是辟支佛。啊，到相都没有了，念头也没有了。这就是菩萨。
完全用真心了。佛跟众生差别在哪？用心上差别。你用真心，用了几分真心？华严经讲菩萨51个阶级，那就是用真心的多少不一样。我们以100分来说，51个阶级，一个阶级2分。初心位的菩萨用2分真心。二心位的菩萨用4分真心，三心位的菩萨用6分真心。那么到十地菩萨，他用的是圆满真心，100%。与读书。学经教不相干，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也不相干，用真心的，伊斯兰用真心的，穆罕默德不认识字，能说出一部古兰经他说，别人给他记录。跟中国慧能大师一样，不认识字，不管什么经，就问他，他都能跟你讲。这就是东方教学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东方是求清净心，叫你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是手段，那是持戒。你真正这样做呢，是修定。叫你读一部经，不要读别的，让你不要胡思乱想，叫你念头慢慢集中，集中到一点，智心一处就开悟了，智慧就开了。不是叫你念那么多记录，不是的。第一个目标是得定。你记得那么多，那是附带的，念多了自然记得，不重视即问。中国老祖宗也如此，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你记得很多，光学多闻，没有开悟，没有开悟，东西都靠不住别人。别人那个时候用的恰当，可以用的好，现在未必。现在时代变了。开悟之后，他是活活泼泼的，他没有障碍，没有局限，不起副作用。这智慧，知识不行啊，知识有局限性。有后遗症。东方求智慧，西方求知识。我们到伦敦大学里的参观，完全了解了。汉学博士虽然多，解决不了问题。汤恩比博士说的话，大家有疑惑。汤恩比说，解决21世纪的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我去问那些专家学者，
欧洲的汉学家，我问他们，他对着我笑，不回答，笑了半天。我反过来问他：“难道汤恩比的话说错了？”还是对着我笑，不说话。逼着我不能不说。我说：“如果你们要问我，我就跟你说，汤恩比的话说的一点都不错。你们为什么不敢承认？有怀疑。为什么不敢反对？汤恩比的名气太大了，不敢反对。是不是这样呢？”大家点头了。那你们研究中国的儒释道，为什么你还怀疑？我问他们了，我接着说，说到孔孟学说，是不是你们马上就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对，说到大乘佛法，是不是想到华严法华般若大经大论？对，能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不能。怎么问？太高了。几个人能懂？我说这些是入佛的花果，你们看的是花果，欣赏它，把它当作艺术品欣赏，对你们实际生活不起作用。花果从哪来的？枝上长的。枝从哪来的？条从生的。条从哪里来的？枝上生的。枝从哪来的？干上生的。干从哪来的？本上生的。本从哪来的？根上生的。孔孟的根是什么？大臣的根是什么？这一问的时候，都茫然。没有根本，哪来的花果？最后我告诉他，我具体告诉你们，《弟子规》是孔孟的根，十善业道是大臣。没想过，听都没听说过，什么叫《弟子规》都不知道。如果你从根上，那是孔孟大臣普世的教育，就是说，所有人民都应该学习的生活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非常管用。真能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不是假的。汤恩比的话没有说错，你们解读错误。所以我指着黑板上的字，我说你们西方人读法，从左到右，这么读法。我说中国人的读法是从右到左，是相反的，
你们读法、儒学、道学、佛学，翻过来呢，学佛、学儒、学道，不一样了。啊，学儒跟儒学两码事情。儒学是知识，学儒是智慧，要学得跟孔子、孟子一样。啊，孔子一生守住一个字，仁。仁什么？爱人。啊，孟子一生守了一个字，义。仁义两个字代表儒家。夫子之道，中恕而已。啊，孔孟处理一些事物，精神的标准是什么？中恕，忠实，用心，公正，不偏不斜，大公无私。这是中，啊，恕，饶恕人，要爱护人，这个人有罪了，所以中国古时立法法律非常严格。为什么呢？希望你不要犯法。可是你犯了罪了，治法了，治法要宽恕，有情有义。那治法要是没有这个情义在里面，就变成不仁，不仁不义。啊，这个是孔孟的精神之所在啊！啊，人犯了法，法官想尽方法帮他那个刑法减轻。啊，尽量把他减轻，啊，死罪实在想不出方法，没办法了，仁至义尽，受刑的人都感恩你。啊，你对他是一片善意，为他尽了刑。啊，那么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心行。能不能救社会？能啊！啊，大臣标榜的是真诚、慈悲。啊，慈悲两个字都是爱心，一个偏重在怜悯。众生做了许多过失，要原谅他、怜悯他、救他，这是悲心。啊，另外一个好好教他、提升他、帮助他向上，那是慈。慈是雨露，悲是把苦。啊，所以唐恩比没有说错。欧洲这些汉学家对唐恩比这两句话。解错了，误会了，所以它没有起作用啊！啊，我们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说，把它具体落实，落实在群书之要。啊，这就不是一句空洞的话了。你们细心去读，细心去看，了解中国人几千年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思想。
啊，这种思想，这种文化，能不能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啊，让大家都接受这个教育。啊，今天有高科技，用电视，用网络，普及教育，每个人都能够接受，每个人都有个聪明人，都懂得，都明理。啊，我发心为人民，是不是真为人民？你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事情？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得很清楚。啊，两个党派为了争政权不和，人民投谁的票？投让的人的票。哪个人肯让？让是好人。啊，争的人我不投你。啊，在这个社会不上竞争。说不竞争就不能致富，没这个道理。啊，在中国胡晓林做到了，从前有竞争，现在不竞争，不竞争他的业绩年年上升。这不竞争可以赚钱了，这赚钱不是竞争赚来的。啊，所以竞争这个名词要从社会上把它剔除，啊，字典上不要有这个词汇。啊，中国千万年传家有一句话说：“家和万事兴。”所以政党要和睦啊，政党不是对立的。啊，政党要互相合作。啊，你执政，你有缺点我看到了，我给你建议。我有好的东西我告诉你，希望你能够做。你不能做我就来做。你能够做更好啊，你看我不要费力气，你都做好了。啊，这样的政党才真正是为人民着想啊，为人民利益了。那个竞争的不是为人民，为自己啊。啊，有时候啊，太过分了，为自己不为人民了，这就太过分了。啊，这个东西都是不读书之过。啊，全民都读学群书之要了。人人都开窍了，这世界一定非常美好，啊，可以把极乐世界搬到这个地球上来，啊，有聪明的领袖啊，我今天听说，马来西亚首相在国王面前宣誓就任了。我很欢喜啊，这是一个好领导人啊，我跟他讲的话他都听得进去，他都听得懂，哎，而且真敢啊，他来问过我这次竞选啊，问过我能不能成功，我告诉他竞选可以，不要问成功失败，你要多想想你争取这个地位你准备干什么，这是你要想的啊！你要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全世界，真主保佑你，你一定成功。你要是为你自己选上了，是你有命，你命里有的，你命里没有你选不上。如果这种存心呢，没有命也选上啊！有命的人的时候，为自私自利，他就选不上啊！没有这样的人给他竞争，他就选上；有这样的人来，他选不上。为什么？真主不要他，
啊，发这个心，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神明都保佑你，每一家祖宗都保佑你。啊，他听了我这话，我真敢，我一定真敢。啊，真正干，将来马来西亚就非常可能成为世界示范国家。啊，他可以做得到。啊，马来西亚回教国家。啊，一个佛教徒，外国人。请我到他们国家电视台去做访问，没有过的呀，头一次。啊，谁安排的呢？夫人安排的，那就首相夫人安排的。大家听了都吓了一跳。啊，夫人安排。啊，两次访问。后面还有15个问题，我没有时间解答。啊，我急着要回到，现在回到香港来，我把问题带来了，在我这个地方录了4个小时，啊，把15个问题都解答了，听说他们电视台统统播放。啊，那总共差不多，实际上播放我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啊，这个国家有前途啊！啊，真正一个明白的人做领导人。啊，从哪里下手？自己带头。从传统文化下手啊，那么我也给他建议的，赶快要做的，国家培养20-30个老师，讲全书是要的，国内没有向国外找啊，专门研究这个东西。专门讲这个东西啊，先让内部学习，内部学习好的时候，再用电台向全国播放啊，就能影响到全世界。3800年前。陈汤以70里而望天下。3200年前，周文王、周武王以100里而望天下。我希望他能做到。啊，那个“望”的意思。用现在的话说，影响，影响全世界。啊，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啊，我们都很乐意给他做义务的顾问。啊，我们遵循全世界每一个国民族、每一个国家古圣先贤的这些东西去读、去研究这个。啊，能帮得上现在的这个解决问题的，立刻去采纳。啊，研究怎么样给它落实。
这一界，我们对于古圣先贤尊重供养，供养一切供养当中，修行供养最为第一。啊，一教修行未曾间断呐。菩萨这个善根的感得深深尊贵，德高望重，财富充足，乃至何为人王，世间人的领导，或作天地啊，在天上做天王啊，必然是上红下黄。教化一切众生的，能满所愿，更以善根立骨，大愿立骨，常得之福。这是善根大愿，你就遇到好老师啊！啊，现在所谓是遇到高明的人，有德行的人。有智慧的人，有能的人来帮助你，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啊，这个非常重要，上行下效。我下一次到马来西亚，我会陪他的夫人一起去看他的妈妈，希望这个镜头能够在电视上出现。啊，上行下效嘛，啊，每个月能出现一次，老百姓都懂得孝顺父母。啊，你的老师叫你老师不忘记。啊，半年的时候能够去看一看老师，老师在的话，老师不在了，就像我这样子，把老师的照片统统供养在我的面前，啊，教室，我讲经跟大家分享，啊，就好像老师看到我。啊，这个什么一个根一个本呐、啊，永远不能离开啊。我们的功德从这生，我们的智慧从这长的。啊，人怎么能把根本丢掉呢？啊，清朝之所以能统一中国。靠什么？靠孝亲尊师。啊，入关之后，他是少数民族，军队只有20万人。中国这么大的幅员，这么多的人口，怎么统治？把儒家、儒释道三家全落实了。啊，中国人没话说。尊敬他，听话，这是中国人的天性。因为中国人对家的观念模糊，过的去观念模糊，天下中国人开口就天下，心量大了。自古以来就养成啊，天下一家了。啊，四海之内也皆为兄弟也，这么大的心量。把异族也看成是我们同性一族人一伙人，啊，异族完全用中国文化，啊，宫廷里面经常邀请
儒释道三家的专家学者来讲学。皇上带着嫔妃文武大臣来听讲，而且是干真的，不是干假的，自己做笔记。完了之后啊，还研究心得报告，啊，这些资料都在书库里头。啊，我翻过一本四书，啊，看这个宫廷里头他怎么个讲法，啊，这资料都保存在。啊，那么现在有电视，如果国家领导人请这专家学者讲学，讲四库会要，他们在旁边听，这个镜头传出去之后，啊，国家领导人在听讲群书之要，所有的官员都要学了，他能不学吗？啊，这个大公司企业老板也都会学了，这有什么好处啊？建立共识，大家这个思想见解趋向一致，什么都好办了。这个国家怎么会不富强呢？哪有这个道理？这个世界哪有不和平的道理？啊，那和平第一个指标就是全世界每一个核武国家把核武废弃消除，啊，这叫无微不至。为什么人民不害怕有核武战争？这个功德大了，太大太大了。所以很多人对中国没信心，都跑到外国去。有人问我，挣钱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的是，挣钱存外国银行。这什么意思？对中国没有信心呢？相信外国，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的。啊，读中国书的人对中国有信心，信心从哪里来呢？看历史，千万年来一直到今天，中国列祖列宗仁义齐家，自行化他都坚守着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个根好啊。我们丢掉才200年了，中国人在这块土地经营至少有10000多年了，有文字4500，不能说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化。我相信五伦五常八德决定超过10000。啊，印度教告诉我，他们有13000年的历史。我也跟他说，中国传统文明也不在之下。啊，那个时候没有文字，五伦20个字，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这五个来处理人际关系，美满。没有缺陷的，这五伦是属于道，是自然的，不是哪个人发明，不是哪个人创造的，是人性自然，遵循自然原则，这就是德，无常是德。仁爱人，无条件的爱人啊，义循礼啊，意识思想言行或情或理或法，面面都顾到啊，啊，礼人与人之间礼节啊，互相尊敬，尊敬又表示行于外的，这是礼。里面是德啊，外表现出来的是礼啊，智是理智，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不要用感情，感情是迷，要用理智，用智慧。最后一个是信，言而有信，绝不妄语，这是德。做人必须要守的叫五常。左丘明在《左传》上有一句话说，人失常则妖心，如果人把五常都丢掉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个社会就变成妖魔鬼怪了。他的话，2500年前讲的，啊，这一句话，《群书之要》里头有。啊，人要都守住这五德的时候，问题就没有了。这个世界都和谐。啊，要教，谁教？君王他的责任就三个字：君亲师。啊，我不赞成讲人民的公仆，为什么？仆人不见得爱主人。我赞成父母官，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啊，国家领导人，人民的父母，你要把人民照顾到，啊，生活照顾到，教育照顾到。生活这个生活环境各方面方方面面的都能照顾到啊，这是个好领导人呐、啊。领导人给他们呢评分呢，要用这三个字做标准啊，亲做到了没有？啊，君是领导，师是教化。啊，这三个字都做到了，标准的领导人，好领导人。啊，民主，西方人行了这么多年，有人问过我，现在民主的流弊很多，
西方人开始怀疑民主是不是最好的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严肃的问题。君主有流弊，比民主少，民主的流弊比君主多，而且严重。怎样把这两个制度的优点结合起来？缺点的时候把它放下，这就是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他过世太早了，没做到。过去君主是一个家庭家族管这个国家，时间久了又流弊贤明的君主只能照顾到前面两三代，后头照顾不到了所以出毛病。孙逸先生提出一党专政，多党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把人教好，每一个人都把群书之要治好了，教好了，一党也好，多党也好，都行，没问题了为什么？人民选，不要选党不要选人，选党。党怎么看你党的教育，党校公开的，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参观。大家看到你的教的不错，教的很好，我就选你。你这个那个，你不如那一家，我就选那一个。这个办法，我觉得是可值得了考虑的，是个好方法。最重要的，只要人心好了，天下没有一桩事情不好。人心不好啊，什么制度都不用，没用处都会出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人心所以教育要摆在第一。我在马来西亚提出十个教学威胁，马来西亚的老师们很有感动好好的把教育做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